剧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到的这一位，他也更有诚意，不愧他们是一家人啊。李总上之前给大家发红包语，这位先生很帅气，把自己打扮成了红包，欢迎我们的自家人登场。哇，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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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家人还带礼品了。对对对，自家人也要。嘉伦啊，我跟你说多有礼数，因为每次咱桃花季送了很多礼物给嘉伦。是是的，今天送我们礼物也要用自家最心爱的东西，对不对？当然了当然了，又是新年第一天我的开工。对，我们的红包箱啊，你也是第一天开工？我第一天开工。我也是，兄弟，李总今天是第一天开工吗？我是第一次刷直播，向您学习，嘉伦。那咱们今天就就着您衣服的颜色，希望大家新年开红运，好不好？好，好，掌声欢迎嘉伦同事们！欢迎欢迎！来，李总，我把这个让同事帮忙拿着啊。嘉伦，李总请坐。来，谢谢同事们，谢谢。我们自家人，自家人啊。嘉伦最近怎么样？休息的还不错吧？最近还不错。你一直在这个所谓沉淀，你又问了嘉宾想问你的问题，是吧？沉淀的还行吗？还可以，还可以。每一段沉淀都非常有收获。嗯，对。刚刚其实跟嘉伦和李总碰面的时候，发现两位的状态都特别好，气色也特别佳。我觉得，哎呀，我落下了，我得今天结束以后把我桃花季的分量加量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三位都是兄弟了，都是朋友了，一家人了。今天要在这考给大家送礼物才行。嘉伦啊，刚刚你跟我和李总都打过招呼了，接下来跟支持桃花季和支持嘉伦的朋友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嘉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哇，太棒了！今天嘉伦来呢，必须得说是一块跟桃花季来送新年礼物的，对吧？新年开工第一天，咱礼物必须得准备多一点才行。你交代兄弟的任务呢，兄弟尽量完成，就是说多送礼物这事儿。好，李总，我的面子全都架在今晚了，您多多关照啊。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是来送福利的。好，屏幕前的家人们已经听到我们三位朋友给大家的保证，所以大家请相信，这样的一份礼物，无论是自己买来提升气色，还是过年全家分享，或是拜年送礼，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精选地道的原料，搭配传统的工艺，焦香四溢，再加上高颜值的礼盒，一定是春节里的加分项。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焕发出桃园好气色。再次谢谢嘉伦的礼物哈，特别谢谢你嘉伦。而且不瞒你说，包括我，包括我经常走动的好朋友，很多人都觉得如果吃糖的话，可能身体会有负担。大家想要让自己保持好身材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他们过年的时候，他们全都把糖的礼盒换成了桃花季了。哎，这个特别好哎！我在家里也是中间摆的是桃花季。英雄所见略同呀，对不对？真的，我没想到有人和我这样一样。对，哎呀，小茶点了啊！大家品味都升华了。对对对对，是是是。嘉伦，其实今天呢，我们的像哥哥一样的李总今天过来哈，也是带了不少礼物给大家的。这其中其实就包括此次的新年的精美的周边，其中有一个周边，我个人真的是特别的喜欢。我刚刚由他已经陪伴我好久了，噔噔噔噔，就是这个沙发毯，你之前看到过吗？我见到过，今天我就要把它收下。懂我，知道，我懂的，我懂的。好，那这样。嘉伦都很心水的，印有他本人的这个形象的，很帅气的啊。这个沙发毯要给大家说一说看啊，为什么嘉伦一直放在身边？包括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嘛，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其实不要看李总是我们的好大哥，是一家人，他也是家人。为什么？他在办公室里面也备了一条这样的沙发毯。哇哦，这个我要订这一家啊。确实我有这个想法，也问同事要了啊。同事一句话把我讲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要了。他说，这么好的周边必须要在嘉伦直播的时候要首发，你老板都没有。没有，所以今天、所以今天也要抢一份的，三千分之一，是三千分之一吗？啊，是三千分，三千分之一是我们的礼盒，我们的毛毯待会儿怎么会得，我来告诉大家。你安排同事已经准备好抢了，是吗？哦，好几个人等着呢。原来是竞争对手啊。对对对，咱们全世界等于是目前可能只有你获得了，是不是？太好，好，没问题。那只有嘉伦绝无仅有的，我们大家现在也可以拿到的这个啊。为什么提前给嘉伦？因为知道就是嘉伦在沉淀之前，他其实拍戏的地方一直都是比较湿冷的地方，尤其嘉伦是阳春男孩，所以说这个在他等戏的时候帮他盖一盖披披身上还是非常非常恰当的、对对对对对，实用性高不高？嘉伦非常高，尤其现在还是冬天，你拿呢？确实对，很柔软、柔软，对，哇，确实摸起来质感很好，冬天的一份温暖，我特别需要它，哇，那必须我先收下，对，我能，李总，我们暖暖的桃花季多贴心啊，对对对，贴心的好，李总，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就先收下了。虽然说我也想，还是你收着吧，是吗？太好了，可爱又调皮的我的兄弟嘉伦呢，现在已经把他纳入自己的怀中了，因为他也知道数量少这件事情啊，各位。所以呢，刚嘉伦和李总都说他很柔软又很厚实，所以嘉伦你其实不知道一件事儿，今天嘉宁还是得跟你交流一下哈，就是你刚刚拿的这个
我们的沙发毯呢，其实就等一个机会，因为待会儿现场有好多我们的同事说也要跟着一块抢一抢，因为大家都觉得材质太好了。你们拿到以后，我们家人们，你们拿到以后就会知道它材质有多好，我们有多用心。确实，就像嘉伦刚描述的，摸起来手感非常的柔软、细腻，更重要的是这款沙发毯呢，相当于有了来自于嘉伦他在上面。的形象放在那儿，就叮嘱大家要幸福啊，要开心啊，气色要好啊，对不对？把嘉伦带回家了。哦，你两只手一直给我，一直给嘉伦，我们俩跟你分别给你干杯酒。哇，这直播我有没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出现？因为老板和嘉伦都会主持，我觉得。好，我们仨要共同见证啊。好，那其实呢，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这款沙发毯的话，大家要关注一下12号的链接，180克乘以2的礼盒，印有嘉伦帅气形象的沙发毯，还有新年的红包在我的手上。你看嘉伦好看吧？红包还有一张嘉伦的卡片，都可以打包带回家。那其实说到过年，嘉伦因为我知道近几年，比如说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问过你，好像近几年很少有机会真的就是过年在家待一段时间，今年能吗？今年应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在组里吧，应该看看情况吧。嘉伦，丝毫不给我问你什么时候进组的机会是吧？自己说了，这个我们在等通知呢。明白了。对对，快的话也很快吧。等大家准备好是不是？对对对，等剧组准备好了。现在再说过年在剧组这件事情，就不会有任何的焦虑感了吧？很顺其自然的，是不是？咱也不能说得太死了。对，这个事儿，任何事情都有点变数，但是现在确实基本就是那样吧。过年的日子其实它是一个死的，但是我们的心是活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兄弟就祝你一顺百顺吧，好不好？谢谢。但是其实我知道嘉伦最近的他的很多的工作安排马上要提上日程了。我知道春节之后可能甚至有可能要出国工作，去很多的地方。对对对，反正咱就是把气色扬起来，让大家看到中国的这个男生的皮肤的亮光到底有多亮，对对对，好不好？到了国外也是拿着桃花机，拿着咱们的沙发毯，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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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都拿着，都带好。我们的好产品出国了，对对，都国门了出去、不得不说一句啊，各位，千树万树桃花开，只有嘉伦笑开来。所以各位跟嘉伦一样吧，吃桃花机，并且拿着我们的桃花的沙发毯，特别好。我希望嘉伦休息好的同时，如果要是进组的话，也能拍得顺利，然后休息的时候也能休息的顺利。而且其实呢，养好精气神，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都是我们很期待的，咱问问咱大哥吧。李总，您的春节的安排是什么？忙碌了一年了，要抽这几天吧，要把这个2023复活盘总结总结。那个李总，在您复盘前，老弟儿不得不打断您一句，那个都拿走了是吗？没事，甭给我了，就给粉丝们吧。我还没说到他呢，嘉伦的这个就是。大随身带已经没有了，各位，这个随身带已经没了是吗？一个都没了是吗？嘉伦，那这个你，那我李总，我，你看复盘一下，复的就剩一个了。来，嘉伦，谢谢谢谢，哎呀，国外又行李又多了一下。OK， 我不会一会儿这儿就挪到我们彼此看不见彼此了。咱们只要不挡住脸都行。OK， 我们收回来，再问一下李总，您刚刚收到了复盘。这复盘了，这你看周边已经告罄了，没了。你一来就老没，嘉伦来也是。对，那2024年要多规划一些了。本来想说2024好好规划一下，多规划一些吧，这个周边啊，也给我们的家人们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是要留出一点时间，要给家人陪一陪家人了。当然，更多的，刚才我们还在大家和同事还在聊，我说这个留出点时间，还要多看看嘉伦的剧了。看过几部，但是确实平时这个时间比较紧。这个好多剧啊，这个秋蝉呀、什么锦衣之下、锦衣之下你都看了？秋蝉没看了，就这两个很好看的，我看了几部，他们这两部特别好。所以说我想了这个假期留下点时间陪陪父母、陪陪家人以外，就留出点时间看这两部剧了啊！好，谢谢。说到这儿，我还是要再 Q 一句：2024年没别的，就是期待我们嘉伦兄弟的一部现代剧，我特别期待时装剧，我可期待了。是吗？2024尽量满足，好不好？尽量满足，好吧？没问题。有几部好剧，我也知道，不是这已经杀青了嘛？对对，都在等着，是吧？对对，期待着，期待这些戏像流水一样来，行不行？好不好？我们就期待一下。好，没问题。那其实刚刚李总也说了，他要多陪伴一下我们的家人，不论是各位家人还是我们的家人啊，都要陪伴一下。其实那个美好的节日都让我们得以和亲朋好友相聚，放松一下心情嘛。包括朋友们，你们要好好陪家人，吃点美食，饱饱口福，开心的迎接新年。今天嘉伦和家人们一块相聚在咱们的桃园家族的欢聚夜哈，那肯定是要有很多好玩的环节去体验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上播大明星的新年季特别挑战的环节啦。我们多配合，我们俩都在配合。
要不要？就是你们俩显得稍微不会主持一点，还需要我，好不好？需要。为啥？你俩现在特别会主持，再收那么一点点，好不好？好，来，咱们再呕一下，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了。哦。哎。来，我的兄弟们呢？好，好，改改改改改。李总太棒了，改，我错了。您什么时候出道？啊，你什么时候出道？不是，还是干我本行吗？那接下来我们要拿出我们的这个盒子挑战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把它藏在这个箱子里面了。嗯，咱们今天让李总抽吧。好，来，李总您抽一个。嗯，还是摇一摇吧。摇一摇，摇一摇，星际挑战。猜灯谜，猜灯谜。嗯，哦，咱提前把正月十五的事儿也玩了，对吧？没错，猜灯谜。哎呀，真不错，嘿，好嘞，那这样，来，我们把这个题卡放在这儿哈，试一试啊。然后我接下来把这个拿出来，嘉伦啊，您跟那个李总一人来一个灯行吗？来，怎么能少了我？好，来，那给大家说说看啊，我们的嘉伦和我们的李总呢猜灯谜，然后春节大家聚一块儿，我经常玩这小游戏。啊，今天呢，如果要是二位能猜到这个灯谜的答案的话，能为家人解锁我们的一个抽奖福利，就是嘉伦的亲签的礼盒，行吗？二位？可以，可以，可以。好，来，我是来受福利的，只要说福利我都可以。好，是吧？好，您就来迎接新年的第一个挑战。好，两位，而且刚刚点头的瞬间，我就觉得特别有信心哈。今天我们现场准备的这两组灯谜已经在他们的手上了。然后那个嘉伦待会儿读出你的灯题的这个题卡，题然后李总也读出你的这个猜灯谜的题卡。好，读出来以后就来看看答案是什么。来，嘉伦，您先吧，我们的代言人。花开在阳春，满身红彤彤。哎，我。但我这打的是一个水果。你现在皮肤就跟水果一样。倾国脸上有淡红，又来天宫孙悟空。有点简单哎。啊，真的吗？对，有点简单。那答案你要不然不妨说一下。不妨说一下。对。那会不会是桃？那会不会是桃呢？应该是桃啊，想必可能就是桃。那肯定就是桃了。所以是桃吗，导演？掌声送给人家伦，那就是对的，是不是？太棒了，李总啊，那个您的演技考验的时刻到了，不要把它显得过于简单。我跟我们两个弟弟可以啊，来，我这个谜语呢是腾云驾雾，飞邓贤，施恩不语在人间，家有珠宝寻常事，哇哦，统领兵将。煎海鲜，打地名就是山东青岛海鲜，是吧？对呀，想起来刘哈拉兹啊，嘉伦的家乡青岛海鲜多啊。对，腾云驾雾，在天上吧？啊，对对对，应该是吧？打一生肖啊，打一生肖，打一生肖，是不语，不语，会下雨吗？对，海鲜虾兵蟹将，龙王。所以这个十二生肖当中的龙年是龙吗？啊，会是龙吗？嘉伦，2024是龙年。仔细想想，应该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你看这几句话都是对龙比较经典的描述吧？这道题真的是有难度呢。我们来问问导演，答案到底是不是龙吧？好不好？导演是龙吗？导演是。哇，好像。那我要借着龙这个事儿，我要祝大家这个2024龙年要行大运的，万事兴隆，龙年行大运。好，你要是这么祝的话，嘉伦，以这个桃，你也祝大家一个面色得好吧？面色红润如桃花。哎呀，真不错。对呀，太好了，润了青春了。哎呀，好气色，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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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的才华，如果继续要是再向大家展示的话，我就真的可以下去了，我觉得。谢谢。这兄弟们之间的默契真不像我们不是常见面的样子，感觉天天都在一块儿呢。是的。那其实呢，嘉伦刚刚和我们的李总也分别用他们猜出的谜底和答案给大家了。嘉伦祝大家的是希望大家的面色像桃花一样灿烂。然后李总给大家的祝福，希望大家能够像一龙升天，也像我们的龙马精神一样，都能够好好的在自己的世界翱翔。哇。家人们，你们听见了吗？这不光是一句祝福，也是嘉伦给大家期待看到的模样。那么李总，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件事情，就是你有什么祝福要送给我们的家人们的吗？这个我对我们家人们啊，有一句话啊，就是我们叫做桃花灼灼映朝阳。刚才说我抽了一个，您抽了一个桃子，我抽了一个轮子。桃花灼灼映朝阳。
您刚才说龙马精神，对，龙马精神喜事多啊，所以说我要祝福大家在2024呢，我们喜欢我们嘉伦的还有我们桃花季的，我们要送给大家好气色。嗯，啊，也祝大家期待大家在2024呢这个行大运啊，龙年行大运。好，嗯，谢谢大家啊。对，以上我都表示了我的认可，也表示了我的就是一样送给大家祝福。嘉伦还有啥祝福要送给大家吗？我的祝福向来都是永远的那些，就希望大家可以新年也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龙年吉祥，也希望大家也可以让身边的人多多来品尝我们的桃花季，一定会带给大家一个好的气色。太棒了，嘉伦，我多一个加试题哈，特别逗，因为非常多的家人们，大家的留言我看到了有一条，就是说现在这个月份，尤其是一开年过生日的家人特别多，统共给家人们过生日的，给他们一个过生日祝福吧，好不好？希望在一月过生日的家人们生日快乐。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好，都能用了。谢谢我们嘉伦和李总的祝福，相信大家新年带着我们桃花季还有嘉伦的真切祝福呢，回到家中好好团聚啊！连生日十二个月都给你过完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满满的开心，分享这份好气色，度过一个幸福的新年。我们的桃花季呢，的确是新年礼物的佳选，对不对？送给身边重要的人，不光是一份礼物，更能够真切的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关心，祝福他们好气色。那接下来呢，该把咱们收好给家人们的礼物，咱们三位兄弟要一起给大家分一分了，对不对？送出给大家来自嘉伦的两份亲签的产品，凡是今天在直播间下单的粉丝朋友们啊，都可以来参与这轮抽奖。直播间右上角待会儿就会弹出抽奖的礼盒，第一个步骤大家请记得要点开礼盒的图标，第二个步骤点击发表评论参与活动，你点击它自动就会发出一个评论，评论的内容就是桃园气色迎新年了，我们评论发送成功以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请嘉伦为大家来倒数，以后就给大家送出吧。嘉伦请倒数。倒数了啊，三二一，好有效率是不是很快？那个粉丝们肯定就说了，说希望你拍戏的速度也像这个一样快，给大家赶紧上映就好了。好 OK， 好，各位，那一分钟呢就会由我们的平台随机给大家抽取出两个名额，中奖的家人们一定要记得稍后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中奖结果啊，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请在24小时之内来联系我们的店铺客服来领取嘉伦亲笔签名的桃花季的产品一份。那今天呢，真的我和嘉伦也真的特别都谢谢李总，对不对？对，好感谢，好感谢。主要是李总在这里发挥的话，咱们俩真的就没饭吃了。你跟我统一战线了。感谢，我还是做好我的桃花季。那您怎么说我要不就请李总休息会儿来观战怎么样？李总的意思就是把我们带上这条路了之后，我们就自己走吧。师傅领进门，对，修行在个人。对对，谢谢。好，在个人，在个人，兄弟，咱俩加油，行吗？加油，加油！好嘞，各位一定会完成接下来的工作。好，好，好，谢谢嘉伦，谢谢嘉念，谢谢我们家的人。好，谢谢我们的家人大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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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来，掌声送给李总，谢谢，谢谢您，谢谢。好，来，嘉念请坐。要不你进来，我给你保存一会儿，行吗？啊，好。你放心我吧，没事，我盯着呢。那个同事们，嘉伦可盯着呢啊！为了让他能够完整的和我做完直播，你们可别拿走了啊！好嘞，谢谢谢谢，太棒了，嘉伦。那个又跨了一个新年了，我这么一算一算，其实已经跟你一块儿工作有3年的时间了，不算之前的媒体活动啊，一块儿这样一对一的采访的话，今年的收获也一定是特别大、特别多的。每年都见着你成熟，但是皮肤年龄却越来越小了。哎呀，这都是一个好事情啊！所以呢，接下来这个环节，我好话也说完了。我要来这个环节了，我也好意思了啊，就等着和你来一块显摆一下呢啊。显摆一下的意思是，你可能又有东西可以带走了吧？哦，哈，那使劲显摆了。好 ，OK， 这个礼物呢，不瞒你说，就是现在我感觉桃花季是不是专门有一个团队，是专门要给咱们的家人们送周边的研发团队？哦、因为每一次你看他出来的这些周边都特别的厉害啊，特别厉害。这份礼物我要包你满意，其实就是我面前的这份大礼盒。你说说看到它的第一直观感受，好吧？就绝对是一个大礼盒，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大礼盒、啊。对对对，哎，它还真是个礼盒，百宝箱啊！哎，你这话说的就到点上了，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礼盒，我给你浅浅展示一下，好吧？浅浅的展示，浅浅的展示一下。哦，哎呀，我的天哪！它现在刚刚开起来有4格，现在已经变成8格了，8个格子，对不对？八宫格。
这是八面玲珑啊。哦。这八面玲珑啊，就我们家炉八面玲珑啊，对不对？哇。天哪，我跟你说，又能演又能唱又能跳，你就告我新的一年我什么能看着你又唱又跳。你努个力行吧。期待着是吧。啊。好。你今年又穿红色衣服了，我不 Q 你都不行，我觉得。啊，明白了明白了。2024加个油行吗？24年啊。我尽力。你努力。尽力实现你想让我实现的事情。好的，尽力啊，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一把子期待一下。那现在礼盒呢有八个小空格啊，这八个小空格呢其实里面都是惊喜小盒子，我们待会儿还会给你个盒，但是这第一个盒呢我得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帅气的心上人的形象啊，很帅，你看八张非黑即白，非常非常的帅气啊。所以说待会儿呢我得说说看，让嘉伦要把这些盒子里面的内容翻出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也许是很多人对你表达的感受，很多人和你过往的经历吗，我也都不敢多说了。好，你还记得上一次那个圆月的礼盒吧，是不是？知道圆月。这一次是变魔术吗？还是就是这次完全是猜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是不是？对对对，我跟你说，咱们桃花姐给咱惊喜多了，我现在也不敢猜。你也不敢猜。对，我跟你说，首先，但你告诉我，看到他第一瞬间想不想给他抱走？啊，抱走是肯定的。啊、是，这还用说吗？我每次来专门就是抱走东西的。那个跟兄弟见个面，难道不纳入其中吗？这是。这个不敢抱走，怕别人跟我争。哎呦，别，说走就走啊，说走咱就走。好，那其实呢，这个礼盒呢，它是内有乾坤的啊。我要给大家说说看，它里面到底是有什么，好不好？每一个礼盒呢，它其实都是有它不同的内容的。比如说桃花姬没有创作瓶颈这件事情在它上面展现的淋漓尽致。据我所知，其实咱们今天这个直播在开播之前，桃花姬在官微上面又进行了一波征集的活动。咱们20季的冲浪少年估计可能也看到了一些啊。收集了很多来自家人们和嘉伦你有关的记忆深刻而且值得纪念的专属回忆。这个其中呢其实是有信件，有手账，也有手工的作品等等等等。桃花姬精心的挑选过，已经将咱们家人注满了爱意的礼物放到这款名叫桃岩加福气的礼盒里面了，就在刚刚的这个小八个小盒子里面啊，所以要让嘉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两到三个爱意到底是怎样的。怎么样，想不想打开看看？哇，真的是有心了，我们赶快打开看看吧。那请随意的来，随机抽取，就随意哈，就随意，咱就主打随意又真实。这个，哇哦，哇哦，哇哦，来，请读出来吧。这位朋友叫，这是什么？三星。三星爱意是不是？爱一人瑞宝，这是爱一吗？对 ，A I 对 I， 他说的是一口桃花鸡，任你好气色。任嘉伦生日，我第一次做手账，成功入选。他成功入选。他入选过。而且任嘉伦直播时，我在视频里看到了我的手账被他翻开。那是上次直播。明白了，我激动坏了。想让他知道他的梦想，我们有在努力帮他实现，他值得一切美好，我会永远支持他，喜欢他，陪着他。那真的很有意义。哎呦，我现在第一次做手账就入选，并且我们翻开了。他好幸运啊。是的，我们也很幸运。对，我们也很幸运。你这句话打到我了。真的我们也很幸运。我感叹他的幸运，嘉伦又感叹我们的幸运。对，也有他来向你表达这份心意啊。是的是的是的。哇、嘉伦刚刚读出你的名字，读出你的 ID 了，你一定很开心吧，对不对？恭喜你啊，希望你以后仍然会扬帆起航，有这么好的运气，好不好？ OK， 好的。而且其实在反面还有我们的画面。红色背景板的这个宣传我都记得。明白了明白了，上面都有。就是他做的手账、对不对？他做的。真好看。好，我们把它归位。待会儿不能看的时间太长啊。没事儿，待会儿给你多多时间，你回到车上可以慢慢看。来，我们再找一个。再抽一个。来，这个。来，你看看。那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画面。好。他应该是，你看是不是去过西亚的现场。应该是。而且大家其实穿的都是应援色的衣服，是不是？是的。哇哦。我都先看一遍了，我不给你念了。他的名字叫听说你喜欢任嘉伦，一口桃花鸡任你好气色。我们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满怀期待的奔赴以后，又回归到自己平静的生活，继续期待下一次。去你在的城市一路上就是最开心的，未来的日子让我们一起追星星，一起守护你。感谢感谢感谢。好棒啊，好感动啊。对，这位朋友应该就是在
这里面的其中一位吧，应该是，是吧？里面应该一定有他。辛苦了，辛苦了，感谢，感谢，感谢。嗯，这种链接很有趣。他拍这个照片的时候，也不知道这张照片有一天会被他支持的这位朋友，就是嘉伦本人看到。今天就看到了。对对对，有的时候看大家拿这些灯牌什么的，其实真的挺感动。而且其实我刚刚也有个事儿挺感，每次跟你一块工作的时候，我都有个事儿挺感动，就是来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支持的朋友，他们可能刚好今天休息，然后就过来到现场支持。嗯，啊，他们可能在那个一直在场外观看直播，我们就在场内，这个离得很近啊。嗯，然后我就每次都很感动，他们每次来，然后碰到我也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跟他们就是一家人。对，一家人。因为我们都支持，也都喜欢嘉伦，嘉伦也是我们的家人。谢谢。但今天我本来特感动的时候，后来有一秒钟破功了。啊，有一姑娘手里拿了麻辣烫，特别香。我要知道是什么麻辣烫啊！你这，你们吃饱我就放心了啊！过后他会发私信给你的。得嘞，你要看到就给我发私信。来，看看下一个。嗯，好，那就离我近的这一个。好，哇，哦，嗯，这位朋友叫顺顺他娘。哦哦，也许是妈妈了。对，啊，一口桃花鸡，任你好气色。在周身如故拍摄地新昌大佛寺。距离的兴隆寺啊，嗯，为我写下了祈福的红条，希望你要一直健康平安，就像你每次送我们的祝福一样，一直都有好剧拍，做一辈子的家人，只要你拍的剧就一定支持。哦，还为我祈福了红条，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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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那个地方竟然是为我祈福。很多人都去过啊。哦，是吗？因为我，哦，就是这么说吧，虽然你也去过，虽然是朋友，哎，啊，你不要揭我的底好吧，啊？去那儿工作的时候，刚好就去那儿拍了一张照片，完了好多家人就认出来了，说，啊，你也去打卡《周生如故》的这个拍摄场景了。嗯，我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就赶快删了那张照片，啊，因为我怕大家觉得说，怎么你跟朋友之间还这么花痴的支持啊？结果大家已经把那张照片流传在网上了，是吗？但是我能够同频大家对嘉伦的喜欢和支持，啊，尤其我能够近距离工作以后，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近距离跟他接触了以后，嗯，我只能说你们的支持是对的，你们的喜欢也是没有错的。但是重点一件事情，请你们做到最后一点，每一部他拍的戏咱们都支持，好吧？谢谢，谢谢，谢谢。嗯，来，嘉伦，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只能今天先读三份了，可以吧，导演？我们先读三份，刚刚三位幸运的朋友，其他的几个没读的朋友有五份，嗯，我们待会儿给嘉伦拿走我们的这个礼盒之后，嘉，嗯，伦在车上或者回到酒店里面一定会好好读的，对不对？好，一定一定。好，那给你保存好行吗？好，谢谢。来，谢谢，哦，谢谢我们的同事们，谢谢你们。嗯，嘉伦，你看完什么感受？嗯，跟大家简单说两句。就是还是感谢，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家人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也会忘，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会忘，但每次提起来的时候我都还是能回到当初的那份感受里。然后尤其是有的时候看到一堆灯牌里每一位家人合在一起的力量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记得他们经常会说，因为我刚看到了 CR 的舞台，他们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不会有人发现，因为我当时在唱那个 CR 前一首歌的时候，嗯，我确实，他们不是说我看到了可能大家的灯牌之后笑了吗，啊，但其实那个时候确实是看到了茫茫人海中看到了我自己灯牌的时候那个开心的笑容。我以为那个时候已经镜头不在我这儿，大家也观察不到我的时候，嗯，但那个时候被大家捕捉下来并且被发现，其实一开始还没觉得说多么大，我觉得是个大事儿。对，但是过后越看越觉得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小默契来的，哦，就是他们的付出我有看到，然后我观察到他们所留下的那个表情感受他们也有发现，就是我们之间的这一小小的汇合就够了，嗯，真的就够了，就彼此都懂，这就够了。嘉伦，那我这样，嗯，我翻译成一个让大家更直给的让大家兴奋的话，嗯，就是所有的就是支持你的这些朋友们，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家人嘛，嗯，他们的支持你其实都是尽收眼底的，嗯，这个真实的感动也是抨击你内心的，是吧？ 对，那你是这样的，你努力的原因里面除了自己的敬业程度之外，嗯，是不是也有一片理由是因为他们？当然因为他们，我也希望能因为他们变得更好，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因为我找到最正确的人生方向，我希望我们可以彼此鼓励，然后一起携手的走后面的路吧。我好希望未来在更多的颁奖的场合能够碰到我们嘉伦，那个时候如果要是我能够说接下来我们颁发下一个奖项，要是我的好朋友嘉伦走上舞台那一刻，嗯，我应该会不敬业的爆哭制止，无法主持，但是我就期待那一天了，好吧，兄弟。好，谢谢，谢谢嘉伦。手有点凉啊，怎么？没事没事没事，讲到动情处，全都在脸上红了，是不是？OK， 好，全新的一年呀，朋友们，咱们和好朋友一块儿
在直播里面相见啊，积极的过好每一天都是咱们该做的事儿，一起期待嘉伦更多的优秀作品吧。话不用多说了，他在他的哪些杀青了还待播的剧，他未来将要进什么样的剧组，我们都关注他的消息，也一起期待。那个礼盒的话不用多想，嘉伦肯定得带走，刚刚那个已经给嘉伦存上了啊。好，就是嘉伦不走空这事儿啊，好，都知道是不是？对对 对, 对，都知道。好，那嘉伦，你待会儿得准备一个大袋子，为啥呢？因为又来礼盒了，又来了。它虽然是一样的礼盒，但是里面装的东西可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礼盒呢，要把所有的礼物都打包在一起，因为咱们桃花姬还有礼物要给你。刚刚我看过来自家人的心意，新年那么重要的节日，桃花姬有满满的心意要奉上，所以呢，是时候拿出咱们家人版本的桃颜加福气的礼盒，就在我手上了。不同于刚刚装满了家人朋友们的祝福的这个礼物，这款礼盒呢是八个小盒子当中，哒哒哒哒哒，装有来自于我们桃花姬准备的周边，简直每一个都让我觉得美不胜收啊，朋友。怎么突然间继续我本人也很喜欢它，只有3000份，主要是上回那月亮礼盒好像是3-5分钟就没了是吧，朋友们别怪我没提醒大家3000份啊，所以大家拿到就赶紧好不好，赶紧，这是你们之后去求人家轮胎也没有，它就只有3000份，确实我一直在这儿盯着呢，他还得拿一份，你合计合计，你只有2999份啊，各位，哎呀，好，那其实说不定2998 97，李总，你我们的，咱这是私下交流，咱这是不用说，咱的私下交流。对对，2999份。是的，各位啊，而且李总今天开播的时候就跟我交代好了，说了嘉伦看着什么随便拿。我说那我看着这树怎么办？他说拿走。哦，是吗？下部戏里边把它作为一个置景。谢谢你提醒了我，又拿走了一个东西。当真了是吗？我觉得这电视也还行。可以可以，那如果可以这样的话，走吧，咱这样。我也走是吗？我跟李总都一块跟你走，好吧？没问题，我们陪你一块。好，这辈子都陪你一块。好，当场给他演秋蝉，给他演锦鲤。哇，真的是，我突然想起那个，突然想起那句，哎，一会儿再说那句台词吧。啊，我们先来说别的啊，就是嘉伦看上的都随心拿，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可以在弹幕里边也打呼吁嘉伦去拿什么，好吧？都是自家人嘛，那其实我们这里边的这么多格子，就请嘉伦挨个的给他打开看，好不好？来好，我们看看，就是第一个格子是什么？从嘉伦这边拿吧。来，全都打开了，就随意的，打开纸就看。哇，这是哇，流沙的相框，哇，好漂亮啊、这个！对，而且这里面搭配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卡片，这个流沙相框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哦，这个而且是不是可以能摆得住吗？你看，你可以摆得住。我一直觉得就不想松手啊，怕松手放回去，然后又不是我的。任先生，这盒就是您的啊，是我的，这盒就是您的，是哇、哦，真的好看。而且其实呢，辛苦老师给个特写，给特写之后我来说说看啊。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周边，就是虽时光荏苒。只愿心上人的容颜能够定格此刻，美轮美奂的嘉伦的流沙相框来了，近距离看特别美，流沙是淡淡的粉色缓缓飘上来，配上咱们嘉伦的面容，我真的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嘉伦的星光在里面一秒钟全部展现，多好的意图是不是，多好的意图，兄弟，这么好的意图啊，春天般的温暖扑面而来啦，好，来，一定要带回家，对，是的，我也要带回家，我要努力。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款是什么。哎嘿，哇哦，而且还有不同款，大家拿到的可能不一定一样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周边小卡，哇，还闪闪的，是啊，闪闪的，很贴心啊，会收集起来，大家可以把我们桃花姬历次直播的这个小卡都给它收集成册，每次都不一样嘛，因为卡片大小方便大家收纳或者是展示啊。好，谢谢，来嘉伦放进来吧，真不错真不错，来我们再看下一个这边啊，好看是什么，哇，这是一连串，一连串，来一连串好戏登台啦，哇、哦、这个该怎么，哇、哦、好漂亮啊，这个哇、哦哦、这个一个可以打开，哎，是的是的，哇、哦、这个哇、哦、别开生面呀，这个哇，一个又一个，是这个里面就是满载着嘉伦的新年祝福的卡片啊，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卡片里面每一张都是帅气的嘉伦的照片，各位啊，都，而且他其实每一个卡片过后，他都有一句祝福。你看我这写的是新的一年和我一起继续发光。你读一个。对，
下面是新的一年，愿你所愿皆有所得。对，而且里面共有五张卡片，大家就会得到五个祝福，多棒啊各位。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艰难的时候，每天读个祝福就到礼拜六了。哦，是不是、啊、真不错啊、这个、对吧，礼拜六我们就可以看嘉伦的剧，你看这事多好，对不对、哦、啊？哦，这个原来是这样啊、哦！你好像很喜欢这、那个是不是？哇，哦，你玩明白了！哇，我终于玩明白了！哦，我也玩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嗨，我们还那么笨呢，重来吧！所以这个，咱拉着咱说两个吉祥话来，预备，三二一，走！祝福大家的生活不会千篇一律，嗯，祝福咱们不幸福的事都能翻篇，嗯，好不好，各位？好，新年快乐哦！新年快乐！来，哇，是这样，我一定觉得他有什么机关。你结果找到了这个机关，谢谢您啊，我们的主持人人，来来来，下一个啊！哎，看看这是什么？哦，是他。死他死他就是他，哇，这个应该是充电宝。对，多功能的一个数据线，它里边是、哦、数据线。对，你看 Type C 啊、哦，包括这个就是就是各种水果手机也好，或者说是这种就是安卓手机也好，它的这个口都是有的，而且很轻巧，上面还有加仑。把它拿出去以后呢，你就随心充了，再准备一个充电宝，就不怕说只有一根线要拿很多线了。哦、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啊。哇哦。不拿走，不拿走啊！好好好，来来来，放进来，好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你直接抽吧，我放回来。这是哦，钥匙扣，钥匙扣、哦，这不用多说了吧？尤其我最近搬家呢，这个我必须拿走一个。哦、无论我申请一个行吗？我要用嘉伦帮我开我们家门，啊、是吗？嗯，嘉伦开大家的心门，我用嘉伦这个开我们家门，哦、好吧？哎呀，啊，对吧？心上人的依旧星光熠熠，特别棒，这个、嗯、而且上面还有一个星星扣，对，不是星星，嗯，嘉伦的亚克力的挂饰，真棒真棒真棒，好嘞，好，来收下，下一个来，嘉伦，你看这是什么？只有三千个，我都担心现在是不是没了，来看一个，这是属于冰箱贴、哦、冰箱贴、哦、冰箱贴，这也没什么可说的吧，但凡能够吸的地方放上去就行了，对对对对对，嗯，哦，我看到有一个那个支持你的家人朋友，他把你的那个冰箱贴放到他，因为他寝室的床上下铺是铁质的，上下铺的那种，就放到那个上铺的下面，上铺的那个铁栏杆上面，他直接贴在那儿，每天晚上看着你就睡了。天哪，我记得这条微博啊。哦、okay ，来放进来，下一个嘉伦，看看下一个是什么？嗯，哇，这个是，您是一个购物袋吗？我这边也有一个，哦，这个好可爱啊。哇，小购物袋，对，而且它的用法你知道怎么用吗？这个我给大家说说吧，这个其实是咱们中国古代就有的一种形制，宋朝的时候女性们到街上去采购胭脂水粉就会用这个袋子装，不是这样拎的啊，它是把它穿过来，然后是拎着一头的袋子，是这样装的。哇，这样，这等于是咱们中国的优秀的民族品牌在向中国的文化致敬的一个传承效果、嗯、特别好，中国红，你看多棒啊，这个更有意义了，是很有意义，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大家都很心水、哎、对不对？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好嘞，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最后一个，嘉伦你拿它，我帮你装回去，好，来，谢谢，请拿，这也是个卡片，嗯，这也是一个卡片、嗯、就是我的另外一张的这个卡片，对不对？导演举牌了，说就在不知不觉间礼盒只剩一千克了，喜欢的家人们如果想要得到它、嗯、大家该怎样做，我就不多做阐述了，请你们多多加油，其实不是一千个，剩998个，998了，你不是说低调吗？低调悄悄说嘛，他们不知道，没关系，997了啊，对对是，所以大家看到了吗，这张小卡也都在里面、嗯、所以八个盒子里面有八个不同的有关于桃花期和嘉伦的周边，得到他心情有多美，我真的就不言而喻了，天哪，哇哦哇哦，真的太棒了，这个怎么办呢，谁想的创意，专门有个团队在做嘉伦礼盒的研发、哦、我跟你说 真不错，哇，真的是非常的别致，各位桃园公主们，这些挂饰、嗯、挂饰也一定会让大家心情跟着美起来，对不对？你刚拆完之后什么感受，嘉伦？就是每一次桃花期都给我非常多的惊喜，而且真的是非常用心，嗯啊，心意满满，谢谢桃花季，出乎意料，嗯，比有的时候的剧本的剧情还出乎意料，对对对，永远就是送我的礼品越来越多，谢谢谢谢谢谢，老弟啊，低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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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屏幕前的家人们啊，这款让嘉伦直呼惊喜满满，而且全程都带大家开箱过的桃岩加福气礼盒，想要的请注意啊，下单13号链接入手两盒75个乘以4的礼盒，这款整整还有8款周边可以随心换造型的桃岩加福气礼盒，直播间限量是3000个，但现在好像只剩不到1000个了，将会随桃花姬一起来送到你的身边，千万不要忘记。我可以这么讲，它的成本价，因为我是了解过的，里面的这些周边礼盒，优质的亚克力，包括它的这些外盒的包材，
成本价甚至可能比桃花季本身的商品还要更高了。哦，就完全就是在新年的时候桃花季拿出诚意送给家人们，所以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尊重和爱护这个呀，谢谢你们。还有也千万不要忘了争取嘉伦亲签的产品的福利，反正今天在我们桃花季直播间下单实付金额第一到三名的粉丝将会获得嘉伦亲签的大大大海报，第四到六名的大海报多大嘉伦你看一眼，你告诉大家有多大，屏幕后面看到了吗？那个大海报，哇，巨大个儿！大家如果想看海报的话，待会儿我们的大的大海报，对，这一轮结束以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继续看那海报有展示啊。第四到六名的粉丝，嘉伦的亲签照送给大家安排上以后，我们的第七到十名的粉丝还可以获得嘉伦亲签的产品一份。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准备了惊喜加赠礼，凡是在一月九号20点之后购买了75克乘以4的产品的前400名粉丝，和购买了75克乘以4又乘以2的产品的前300名粉丝，还有购买了180克乘以2产品的前300名粉丝，将会获得额外的一个桃花季新春的限定福袋，每个 ID 只限一份，数量越多数量有限，大家多多关注。但是福袋是不是送完了已经？不好意思，那福袋送完了，各位不好意思啊，大家实在太积极了。好，嘉伦开箱的时刻告一段落，咱们接下来的环节还要继续，请收拾好您的心情，继续和我们一块上路，好不好？好，来吧，嘉伦不多说了，再来一步我们的桃花树下。好，走，走喽，嘉伦。走喽！哇哦！好，请坐，嘉伦。哇哦！哇哦！又到了我们的这个 DIY 的手工环节了。这环节呢，其实就是嘉伦和我们同事们都有口福了啊。在此之前，我也想问问咱们，感觉换了个节目，上了两档是吧？好，咱们中国其实作为美食大国，尤其过年这种节日啊，美食的种类可以称上去是令人眼花缭乱了。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美食？传统美食？传统美食，核桃。核桃你特别喜欢吃，对对对，特别喜欢。好巧，桃花季里面有核桃，你还喜欢吃什么？对对对，我一般就是核桃，然后黑芝麻，芝麻也喜欢吃。好巧，桃花季里面有黑芝麻。对对对，我就比较以这两个为主。哦，那该不会如果要是这两种食材和要是阿胶放到一起去的话，就是锦上添花了。对，所以我现在就改为只吃桃花季。好巧啊，好巧啊，我也一样啊，兄弟。哎，那你沉淀这段时间吃啥了吗？桃花季。好巧啊，兄弟，好巧，兄弟。必须的，沉淀，这个面色越弱，桃花一样啊！必须的，是是是，聊得我都有点饿了啊。嗯，那其实今天呢，正好就是嘉伦来了嘛，咱们现场呢，其实也要制作一款中式糕点给大家尝尝嘛。当然了，可不是普通的糕点嘛，对不对？嗯，怎么能少了咱们的桃花季之阵呢？对不对？但我为什么嚼一块呢？是要给大家描述它好糯、哦、糯糯的糕点里面加上桃花季的点缀，味道一定很佳，各位。所以咱们呢，桃花季是特别有心的。给这款糕点起了一个非常应景的名字，名字叫做白玉烤心糕，哦，实在令人十足的期待。哎呦呦呦，兄弟，开始了一个新的风格，你期待吗？期待呀。那么这么期待的话，我们要不要一起为大家 DIY 一下白玉烤心糕呢？好啊，那我就露一手，我们开始吧。没问题。好，我刚才差点叫你周先生，不知道为什么。周先生，又带入剧情了啊。周生先生，好难哦。好好。差点又提南风，我跟你讲，南风又置我意了，感觉我跟你讲。哎，好，可以了。那我本人当然是相信我的好朋友的。嗯、那咱开始呗。好，好。那食材呢，其实都在我们面前了。我把这个杯子往旁边拿一下。嗯。哎，我刚刚没给你看这个，这个杯子本身 R 是黑色的。哦。是黑色的。嗯、哦。然后一到了热水以后就变成红色的了。哦，是这样。对，就是代表大家如果觉得哎日子好像有点难过，你拿桃花季去买个杯倒上热水，哎，日子就变得红彤彤的。哦，怎么样？这种设计、这个、就给你倒的茶啊。哦，我不干了，还显现不出来。你这么烫，你烫伤了，这事我也负不了责。喝一口，喝一口，来一口。怎么样？用桃花季的马克杯喝水不一样吧？哇，暖暖的，都是爱，对不对？嗯，对，都是爱，带着爱意来做我们的这个糕，好不好？嗯，来，那这样，嘉伦，你开始做它，我跟你大概描述一下我的那个想法啊。我要开始做了啊！我的想法就是他们得放一块儿，我就这一个想法，所以嘉伦来看看怎么样去操持它，好不好？怎么样去操持？我申请一下导演，咱们把镜头都给嘉伦去做，然后别别别别别，不给哥给哥，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弄。不是，哥要当你的 BGM 啊！啊，没事，我们可以同框。大家好，来同框。好，任嘉伦先生在给大家做我们的白玉桃心糕的时候，由他的和大家的互联网嘴替为大家描述一下。这款糕点你做呀，哥，我都没心情做这个了，就听我唠嗑是吧？对，唠嗑机会多着呢，来吧啊！哇，三二一，这款糕点本身是没有太大的甜味的，不会有负担，但是有甜蜜，但是因为有了我们桃花季的加入，反而增加了一丝恰到好处的甜度。除了美味以外，
阿胶糕里面还有五味珍贵的原料，有正宗的东阿阿胶。东阿阿胶是什么？那就是嘉伦的老乡，对不对？还有绍兴黄酒，还有什么？还有某位先生挚爱的缅甸黑芝麻，吃完以后补肾气，还能让我们的头发更优质。还有什么？还有新疆优质的一路核桃，吃了核桃以形补脑，我们转转更健康。同时为了提升口感，还添加了少许的冰糖，少许哦，各位，也让这个白玉桃心你做没事，你不打理我啊，也让这个白玉桃心糕变得更加有营养。而且我们的阿胶糕浑身都是宝，称得上一句正宗的东方新年礼。小小一块不仅承载着中国的传统技艺和文化，不仅如此，经历了时光的沉淀，阿胶也随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经商商道被带往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了一张传递中华文化承载中国故事的新名片。无论是送礼还是买来自吃，亦是搭配糕点制作，尤其像现在我们的代言人任先生的手上糕点制作等等的灯，都能为饭桌增添不少的年味，也能在新年伊始收获和分享一个好的气色。但是东阿阿胶和我们的桃花鸡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眼光独到，在选代言人上永远是初级制胜。弟弟你做完了吗？弟弟反正就这样。不是就这样，就是我的所想啊。啊，是吗？你们刚刚都听着呢，朋友们，我没有给嘉伦说我想怎么来，就是看到他的成品，但嘉伦自己已经做出来了。你是放了一个就是我们的粘米打底，对，中间又放了这些干果，对不对？对，干果都放了，然后又放了核桃，然后又来了一层，然后最后放了我们的桃花鸡。对对对。哦，天哪，各位。Ladies and gentlemen， 任嘉伦先生手上拿的就是他亲手制作的白玉桃心糕，赶快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呜呼，软软糯糯，香甜可口，此情此景应该再配上一杯热茶，就是刚刚那一杯。嘉伦，你自己尝尝吧，你尝尝。真的吗？你可以啊，你当然可以尝尝。真的？哇，那怎么你是代言人，你是我们家人，怎么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不好意思了。哎，你这个时候就不接着聊了，我吃这个还有一会儿。你吃你的，嗯。生活百般滋味，痛苦永不存在。只要你的人生有信念，像嘉伦一样，铿锵向前大迈步，口中桃花自盛开。所以，女士们、先生们，生活的希望都在我们吃了多甜美的事物上吗？不是，而是在它不甜却能够沁人心脾，而是在它踏实拍戏的每一个瞬间，最后呈现的角色都能走入百姓心中。任嘉伦，桃花鸡，天作之合。这一段可没有台本啊，各位，我跟你讲，没有台本啊。怎么样？就我哇，太美味了，好吃吧？嗯，哇塞，你待会儿这么下去，你先别走，别着急，倒数两分钟，你给我也做一个，我待会儿也尝尝，好吧？是吗？嗯，你不介意就这边？不是我跟你讲，哥不介意，哥怕出去之后不太安全，主要是。没事，嘉伦这块就吃了，我就不抢他的了。至于我下去抢不抢，咱们就不说了，好吧？嘉伦。那个兄弟又得显摆一下了啊！嗯，就是你刚刚那个杯子，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对吧？嗯，就是这个变色的杯子，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就是一倒热水呢，这个R就红了，各位。嗯，所以红了。新年新福气，大家要是想像我们的嘉伦的面颊一样红，想像他身上的衣服一样红啊，想像你们每次看大剧的时候你们的脸一样红，像这个杯子上面的R一样红的话，就请好好的来购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品之后送这个马克杯给你，然后拿回家以后你的人，因为R嘛是人，对不对？你的人就会像这个R一样红，好不好？祝福大家红红火火哟。哎，你用这个杯刚喝舒服吗？得劲吗？啊，舒服舒服舒服，得劲是吧？我都想在这儿慢慢享受了，但觉得碍于时间问题好像不能看我一个人在这儿享受，还是要给大家多送福利之类的。我们还少看您一个人享受了吗，先生？啊，是吗？但我们乐于看你一个人享受，你享受我们就享受，你开心我们就开心嘛。好，对对，要大家一起开心，我开心你也开心，对不对？老弟，对对对，你们开心，家人们开心，我也开心。对，是的，各位。好，那建议大家啊，学学咱们嘉伦，就是少贪凉，多喝点热水。然后这个设计也确实啊，让人忍不住一杯接一杯的喝热水。然后这个杯组大概算过一下，女生的话每天喝大概9杯半，男生的话大概每天喝11杯，就正好是一个人一天的水容量，好不好？多喝热水比较好，对不对，嘉伦？是的，嗯，没错。那屏幕前的家人们，下单11号的链接，你可以先放下，没事，嘉伦。哦，我再给大家说一个你们家的嘉伦特别萌的一点啊，我们给他准备了一个道具啊，哥们儿压根没用。这个是干嘛用的？
让你往里放的，其实啊，往里放的，嗨，那现在放进去吧，咱别浪费它。好嘞，那一会儿拿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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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都知道了，都知道了，给林先生拿走好吗？那给大家说说啊，我们下单11号链接入手75克乘以4桃花机的礼盒，就可以获得我们这款变色的马克杯，同时还有一套新年的红包，我刚给大家展示过的，现在不在我手上啊，你们脑补一下，6个红包上面是6个祝福，还有一张嘉伦的个人的照片，我已经把它放到我最近读的额尔的那个书里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跟我一样，让他跟你一块读书，然后和嘉伦的限量贴纸一起会送给大家的，所以这个是很棒的，暖暖的，很贴心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哎，不过话说回来啊，嘉伦，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啊，你这个人大厨、啊、怎么可以，你人大厨的这个就是 title 肯定是丢不了的呀，你现在做东西现在这么有碗有、哎、没有这种事情真的就是还要看旁边人的指引对，有你在旁边我才能安心的去做这些事情，然而这份安心是来自于我的身边有桃花机哦，有桃花机在我和任嘉伦的身边，对，我们就很安心了，对不对？对对对对，桃花机包围着我们，对，让我们更加的踏实。然后请大家也继续包围嘉伦的信息啊，以后有信息上的时候，请大家暖暖的一起去支持。好，真的，我第一次被我的嘉宾，就感动了啊！谢谢嘉伦，谢谢嘉伦。好，那咱们接下来再试试别的啊。你看咱们桃花机呢，其实不光可以直接撕开作为零食来提气，其实呢还可以配合不同的食材做出很多新颖的美食。大家其实可以开一下自己的脑洞，搭配不同的东西都可以弄。我有一次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早餐我没时间吃，我就把这个桃花机放到那个酸奶里边了。然后稍微搅一下，它就变成了一个像吃一样的酸奶一样，饱腹感也是强的，然后让我气色也是好的，人也是舒服的，胃也是舒服的，特别棒。所以嘉伦这一轮呢可以说完成的特别漂亮啊，我给你一个客观评价，很漂亮。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哥们儿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没问题。那既然是最后一个环节，咱们罗儿想不想给大家送点礼物呢？送礼物啊？好啊，来。对，你的人生我发现热衷于两件事情，一收礼物，二送礼物，但是送给家人礼物是最开心的，对是不是？好，没问题。那嘉伦呢比谁都着急要送礼物。你看上次咱们见面的时候呢，你身后有一棵能实现愿望的桃花树，对不对？我要点赞一下我们的桃花机，他们真的每一次这些物料和道具他们真的不白做。上次这个树做完以后，这个树它又出现了，没有新做，还是那棵树啊，因为我们要环保一点，这个你们办公室放得下吗？但是真的感谢你们这么环保，桃花机做东西这么环保真的是很让人放心啊。那这棵树呢，新年了，这棵树呢再次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你好啊，又见面了，谢谢你。那和我们一起来迎接我们的新年，并且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不同于上次的，其实它承载着粉丝们的心愿，这一次呢它开满了青春的红包，据说里面呢是装有桃花机免单的代金券。哦，免单呢， get free， 免单呢，各位啊，就是嘉伦，嘉伦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咱们桃花机的这个红包树上面摘下来5个红包啊，用我们现场准备好这个道具，来，我给你拿面前的奖道具、啊，然后用这个5个红包上面来拓印上面出我们新年独家的祝福，之后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抽取出5位下单的幸运粉丝，送给他们作为今天最后一波新年的礼物，他们就可以免单了，怎么样？哦，好啊，没问题吧？来，你看，就我就拿5个是吧？对，你就近拿其实就行了，好吗？哎呦，拿红包。啊，一起都拿了。哎呀，哇，真聪明！拿红包，哎，不是拿5个，是拿5个啊？是拿5个。来，好，慢点。红包这种东西啊，我来，还有一个，对不对？好嘞，拿5个。好嘞，谢谢我们的小伙子。那5个红包呢，其实都已经拿好了，正好看上面还印着这个龙哈，特别好看。咱们要开始制作了。嘉伦，你在拓印的同时呢，我要提醒一下家人们，就是已经在直播间下单的粉丝们才有机会参加抽奖，因为我是免单行动嘛，对不对？是吧？所以大家又如果想要不走空的话，就请你们一定赶紧先下单啊！好，嘉伦，我告诉你怎么拓印啊。这个应该是我们的金色的这个印泥，这个金粉，祝大家新年惊喜多多啊！然后呢，这两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印的这个板，我们把它放到这儿之后，你在上面这样咕噜一下。咕噜一下，然后再把它推回来，就印到咱红包上就行了。哦，来，你试一个，试一试啊，这个来，这样之后，对，哎呦，哎，还能再回去、哎？当然可以，因为你现在是往上沾金粉的这个过程啊，没问题的。那我就一直，好，来，希望大家财气多多，是不是？对对对，好，
来，然后你呢把这个红包放在这儿，然后咱们还得把它调整回来，调整到这儿。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帮你扶着啊！哇，这个过程真的是治愈吗？第一次啊！哇，一块啊，这是咱们共同经历的第一回。哎，来，哇，这个自己拿，自己拿，任先生，哇，严丝合缝，怎么样？这个效果，大家来掌声鼓励一下吧，我觉得。因为我不瞒你说，嘉伦没来之前我试过好多回，我没有一次这么严丝合缝，我老是差个点框啊，差个夹子啊什么之类的、哦。我的天哪，这个感觉简直太棒了。哇、哦，可以再来一次吗？那你可以来五次啊、哦，这必须来五次是吧？对呀、啊，你来五次，你来五次。哇，而且第一个印出来就是福气家，家人们祝大家福气家家，好不好、哦？原来是这样的，这真好看。这之后我们想办法看能不能送给大家，好不好？这真棒，这个，给你扶着啊。没事没事。有经验了，哇，又是一个福气家、哦，哇，好棒啊，两个了，七个也可以换一换啊，没问题。这个也是啊，对，这也是。哇，有的时候有些东西，自己做的就是不一样，那不对，感受就不一样。你戏拍完有成就感吧，对不对？当然，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嗯，那我就 Q 一 Q， 就是那个就是现代戏啊、时装剧啊这些拍完成就感也大啊，那个舞台什么的也大。是是是，我人生就没别的，跟着红包一样，特别想见证大家都穿着红色，举着红灯牌，最好是在一个大体育场里什么的，我都挺想看到的这一刻。哎呀，就是希望我就是能尽早的看到他吧。收到了，收到了，财运旺啊，各位财运旺啊，收到了，来，哎呀，又是一个财运旺，各位来，财运旺又来啦，真不错。最后一个还印什么财运旺吗？财运旺吧，主要是爱上了手工啊。要不然说自己做的饭吃得香呢？爱上手工的男子，怪不得你刚吃桃花鸡的那个白玉桃心糕那么香。哇哦，好棒啊！恭喜大家！来，嘉伦，你拿一个财运旺，我拿一个你的福气家，一共有一式两款，各位。然后这个之后大家多关注我们的官方的社交媒体吧，我们看看有什么机会到时候送给大家，好不好？好，咱说到现在就抽啊，李总现在就抽啊，李总。您今儿来真是不白来，咱俩比个大拇指，谢谢哥，来，谢谢哥，谢谢你，掌声送给李总，谢谢谢谢谢谢，现在就冲给大家，我们不之后送了，可好吧？来，开心吧？开心，来来，那咱就送了啊，好，送这个免单券，还要送我们的红包了，由嘉伦亲手拓印的红包，马上就要给大家安排抽奖了，直播间右上角将会弹出抽奖的礼盒，一，请大家来点开我们礼盒图标。二，请点击发表评论参与活动，自动会发出评论，就是嘉年有桃颜评。嘉年有桃颜啊，嘉年希望嘉年有桃颜的、啊、评论发送成功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请嘉伦来为大家倒数，三、二、一，恭喜大家！希望亲们都能拿到我们的奖品啊！ Yeah. 一分钟以后就会平台随机抽取出五个名额，参与活动的家人们请记得稍后关注一下我们的中奖结果，中奖的家人凭中奖截图来联系我们的客服，确认收获以后将会获得开奖前的直播间完成下单机会的订单免单的机会，最高金额是多少元呢？666。同时，嘉伦现场亲手拓印的红包也将邮寄到你的手中，恭喜你们！来，再恭喜啊！恭喜你们！恭喜各位！恭喜大家！好，嘉伦。哇，我跟你说啊，你怎么长吁了一口气呢？哇，就是又送了一个福利哦、okay ，还是666。好，没问题。那我们祝大家666。然后因为你刚才印了财运旺，我们也祝大家888。好，好不好？也祝大家爱我们嘉伦999，好不好、也祝大家生活完美10/10，好不好？哦，真好，哇，太棒了啊！那想要这个嘉伦红包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刚刚你在拓印这红包的时候，嘉伦，我看见现场工作人员其实一直在露一个期待的小眼神儿。哇，你看，你看，哦，来，小姐姐们都是这边小伙子们想要吗？要啊，想要哦，小伙子也是想要，露出期待的眼神了。其实我猜大家也想要嘉伦送的红包，对不对？对。哎呀，你们这个干劲儿啊，老板听到不知道会不会神伤呢？好，那这样好不好？现在其实桃花树上呢还有这么多的红包，尤其嘉伦和那个李总都是特别大方的男士，他们特别希望给大家分享我们这些福利。那咱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要送一些福利的，嘉伦。再摘几个红包送给他们吧！真的、啊，哇！来，嘉伦，哇！真的，今天就是送福利的一天。来，摘多少？帮我摘一个。我们先看看红包里边是什么，我当然还不知道是什么呢。我们俩都看看红包里是什么。哦，哦，哦，Oh my God！真的是真嗯白嗯呢，我的妈呀，天哪，我那个脚为什么这，我的天哪，你看这样来，
谢李总。你要客气。平时对你的同事都那么大方，老是做这种效果，好、啊，没关系啊。那个，这个我们要送给大家了，嘉伦这样，因为我跟嘉伦都特别感谢大家。哎、能拍到他们吗？现在给个镜头，老师没这样，你给他们一个镜头。来，嘉伦拿着，你开始给大家发吧。来啊，来来来，谢谢、哎、谢谢谢谢。嘉伦是不是最好的代言人？你们最爱的食品 品牌是什么？最帅的老板叫什么？李新华。哇，说出全名的、哦、来，再送小伙子们，小伙子们，小伙子们，来，小伙子们，来来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怎么我在送红包呢？怎么感觉我像？你团队没跟你说吗？这是你出的。好，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好，其实现场咱们的同事们大家都辛苦了，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气色满满，过个快乐的新年。而且主持人李佳念也是桃花季的好朋友，李佳念也是我们家嘉伦的好朋友佳念。在这要告诉大家，我跟嘉伦也合作这么多次了，我也在不同的各种直播间里面都做过，但是今天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品牌在最后把一种感谢之心纳到红包里面，真嗯把嗯的送给他的同事和每一个工作人员们，在这儿感谢桃花姬，如此有人文关怀的品牌，它不火才难的，像嘉伦一样，谢谢，谢谢。那个什么，你们别着急，待会儿一结束你们自己上来拿，行吧？真够劲儿。好嘞，那个我一直在紧张，主要是你紧张啥？我看到他们手里拿的那个，你看到了？好，那个这样，你们那个稍微就是低调点好吗？我也吓坏了都。嘉伦这样，那个咱们一起来做这个结尾啊，咱们直播。今天也要接近尾声了，在直播间里嘉伦和大家一块来做我们的点心、然后还用了红包拓印，之后呢也会在桃花姬的部分的门店进行还原，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咱们桃花姬官方微博的动态、到时候呢可以去离你自己比较近的桃花姬的门店去进行同款游戏的体验。那在那结束之前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彩蛋环节，迎新年嘛，咱们得热热闹闹的，那是什么呢？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哇，现在还是没躲过，我就是我上了一个。你是不是也不敢开那个带气的瓶子那些？不是特别敢，刚刚我都不知道我发出了什么声音，反正我就堵着耳朵说了个新年快乐。不是，这个也内有玄关吗？导演举给我看。别，我要把我喜欢的明星顶在头上，把这个人形顶在头上。哇、啊，没有，各位不开玩笑，是它有一个内涵吗？哦，是星星。哦，又给我临时来魂了。那这个星星的解读就是。祝大家眼中有星辰，也祝福大家像我们的周先生的星辰一样、落落大方，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明星。那也希望这位明星在2024多多跟我们常见。所以 You are superstar, he is superstar,、我也是 superstar, 祝福大家每个人都做自己的大明星。嘉伦给大家也送个新年祝福，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全场的朋友们，我其他话都不多说了，此时此刻你们可以来到舞台上抢红包啊，来吧来吧，快来吧，来吧，拿红包吧，拿红包吧。 OK, 真的对，拿吧拿吧。好，嘉伦，咱俩最后一起说个新年快乐，今天直播就到这告一段了。但是各位，我得说一下，待会儿咱们的品牌直播间还直播着呢，那个大海报只能在那儿给你们展示啊。我们现在拿呀，别客气啊，干嘛呢，快拿呀，小伙子们。好OK, 好，嘉伦，我们一起祝福支持桃花姬和支持我们的家人们一起说新年快乐。来，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拜拜。好气色的美，看一眼就知道，柔若星河，柔似桃花，由内而外透出十足底气，好气色有底气，好气色是内心的真实有料。好气色是灵魂的天然纯粹。好气色是对生活不变的新鲜好奇。好气色是心底里不变的韧性和柔软。以内在本色，营养外在气。